边一桌人啦？听到呢个消息，大家都依依不舍。我好中意喺凌晨五六点嚟揾佢卖大嚿面食，真系崩正贵。不过早几日就见佢冇开档。Hi， 老板。老板，呢个系新嘅接班人。啱啱今日听到佢讲唔爱做，真系有啲唔舍得，所以我就拍低紧啲最后一次整大嚿面嘅过程，留低一个美好嘅回忆。要拍一下，做纪念啊！肯定变身了啦，俾年轻人接受啦。你哋想见 Andy 嘅话，呢几日佢仲系有出嚟帮头帮尾。Andy 要出真功夫啦，刀仔佢掹神龟，俾大家大开眼界。嗱，呢一个系最后一次切俾你哋睇噶啦，所以你哋要买，趁早呢几日 Andy 仲喺呢度。传统美食啊，啲传统美食交俾新一代嘅人。很久没有看到你妈妈跟爸爸了。啊，都是可以说是本身了啊，也是本身了啦。疫情过后，很多人都不要做了。你年纪大了啦，孩子给孩子做的。啊，是啊。那还有五年都想做。想做可以走可以玩，现在趁现在的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，迟一点不能走，所以你才来玩就来不及了。后生嘅唔做冇噶啦，我哦，现在很多后生都不爱做了咯，哦，咩？我心塞啦，慢慢心塞，我孩子跟你同班吗？哦，我不知道，是陆怡啊，陆怡啊，要见到才知道，女儿是吗？我女儿，女儿好像是啊，好像是啊，对对对，刚刚她跟你同班，哦，同班的啦，哈哈，哇，全部在外地啊，我女儿，全部在外地了啦。不要做人了啊！累了了啊！啊，你都是过日子不了，你都系过日子啫，搞搞啫，大个啦嘛，细个都。去同去食风咯。啊，去聊食风咯。哦，而家现在老人的生活就是这样。系啦。省嘅老细都有卖各种咸煎饼、油炸鬼、麻花煎同埋黑芝麻，味道都好好噶，唔好食我就唔会噏出嚟啦。传授去真功夫俾佢嘅接班人，阿 D 陪伴咗大家几十年嘅掹神龟终于要结束啦！你哋有咩情深说话仲想同阿 D 讲，即管留言啦！买成盘嘅掹神龟，你可以要求去甜或者系食健康啲，少甜。你想另外加料加多啲花生都得噶，不过要俾钱啦。再晏多少有送椰丝嚟，就系椰丝黑糖万煎糕。感觉上是咸咸地、甜甜地，都几过瘾噶。好啦，个 video 到呢度啊，你哋想见下 Andy 呢几日系仲会喺呢度嘅，好系咁啦，拜拜，我哋下集再见。